周四，来自澳大利亚悉尼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中共驻悉尼总领事馆外集会，抗议中共暴力打压香港的民主自由。这里是中共驻悉尼总领事馆门外，法轮功学员正在这里举行集会，抗议中共破坏香港法轮功真相点。澳大利亚法轮大法扶持会会长赵博士介绍，四月份在香港发生了十几起对法轮功真相点以及法轮功学员的暴力袭击。近日，香港大卷时报的印刷厂也遭到暴徒攻击，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那我们觉得这个时候呢，必须到了就是我们澳大利亚和全世界的政府和民众要发声，一起来声援香港，然后制止中共在香港的这样的暴行。集会现场，多位法轮功学员及当地居民发言，谴责中共粗暴打压香港的信仰自由和言论自由。曾在香港生活了20年的 Sophie，对中共暴力破坏香港自由的恶行深感痛心。香港人很担心，就是说香港会变成另下一个西藏，下一个新疆。各国就是自由世界的人，他如果再不正视这件事情，不再发声，不采取行动的话，这个将来就是会，这一天呢，就会这种噩梦呢，就会也会到他们的门口。They won't tolerate anybody in Australia who sees what the Chinese communists are doing and objects to it, they try to silence them. 大纪元悉尼报社的发言代表向记者表示，中共的暴力行径恰好说明了中共害怕真相。The attack on the Epoch Times in Hong Kong is like an alarm bell for the whole world. So even though we are half the world away, it's still important that we stand up for it right now, so that it never reaches our shores. So that you know.It also exposes how scared they are of the truth. 现场的法轮功学员表示，中共变本加厉的暴力罪行只会让全世界更加认清中共的邪恶本质。他们呼吁解体中共，结束迫害。新唐人澳大利亚悉尼记者站报道。